考下你啊！韓國除咗泡菜同埋 K-pop 出曬名之外，仲有咩勁啊？我梗係知啦，仲有跆拳道啊嘛，可以話係韓國嘅國技嚟噶。跆拳道發展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韓國，佢糅合咗韓國嘅傳統武術同外來武術而成。而跆拳道呢個名就喺1955年正式定名。跆拳道主要分成世界跆拳道同埋國際跆拳道兩種體系。今日主要會介紹大家睇奧運見到嘅世界跆拳道方式。1988年，跆拳道成為漢城奧運會嘅示範項目。喺2000年悉尼奧運會，更加正式成為競賽項目。由於跆拳道比賽緊張刺激，所以深受歡迎，成為全球最多人學習嘅武術之一。跆拳道分為兩個比賽項目，一個係搏擊嘅 Kyogi， 另外一個係品勢嘅 Pongsae。除了四年一度的奥运之外，跆拳道大型赛事还有隔年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和亚洲锦标赛，还有每年举行的世界大奖赛。香港跆拳道运动员曾经在2009年、2013年东亚运动会分别赢得一银两铜及一铜成绩。跆拳道在香港更加属于 B 级精英体育项目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就等我哋講解一下跆拳道搏擊嘅玩法啦。跆拳道搏擊會喺8米×8米嘅八角形範圍入面進行，主審會喺場上主持比賽，處理判罰。場邊會有3名副審負責比分，選手會著上紅色或者藍色護具進行全接觸搏擊比賽。每場比賽為2分鐘3回合，回合間休息1分鐘。累積分數較高的選手取勝，如果雙方平分，就會進入黃金回合，1分鐘內先得2分者為勝。跆拳道以腳法聞名，係咪淨係得踢腳嘅咧？係咪點踢都一樣分嘅咧？唔係，其實拳腳都有分噶，以旋轉方法去踢仲可以攞多啲分添。跆拳道拳法只可以打身，腳法只可以踢擊腰帶以上嘅部位，正拳擊中軀幹得1分。踢擊命中軀幹得2分，踢擊命中頭部得3分，轉身踢擊命中軀幹得4分，轉身踢擊命中頭部得5分。跆拳道點樣踢先有分呢？係咪輕輕掂一掂先有咗分呢？好問題，所以我哋而家就要講下電子護具啦。每位運動員都會穿上具有電子感應器嘅腳套、護甲、頭盔。電子護甲可以感應踢擊的衝擊程度而自動比分，量級越重，要求的踢擊力度亦會相對較高。如果踢擊力度不夠，或者護甲感應不到，這樣系統就不會上分。而踢頭方面，為了保障選手安全，頭部分數以觸擊為主，只要電子腳套的感應器部分碰到頭盔的任何部分就可以得分。而拳擊得分和旋轉技術分方面，即交由副審判斷。哇！你做咩啊？我踢完佢攬住你嘅話，你咪踢我唔到咯？梗係唔得啦！你咁樣係犯規噶，唔單止會加對手分啊，仲有可能會輸添啊！搏擊比賽為咗確保比賽公平進行，維持比賽可觀性，所以設有13類違規行為，當中包括攻擊腰部以下、肘撲對方。抬腳妨礙對方進攻、規避或拖延競賽等等。當選手做出違規行為，主審都會給予扣分判罰、監禁，做出手勢說明違規事項，並直接加對手1分。如果選手在一場比賽遭判罰10次監禁，他就會馬上被判落敗。特別一提，跆拳道搏擊是可以用手推對方創造空間踢腳進攻的，就不可以推對手出邊界。講了咁耐，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搏擊會用到的技術啦。攻擊技、下劈、橫踢、側踢、後踢、後旋踢、360橫踢。跆拳道可以出盡力打，我怕痛，會唔會易受傷噶？唔使擔心，搏擊選手都會帶齊全副護具去保護自己嘅。
你哋講完激烈嘅搏擊項目，今日就等我哋介紹下承載住跆拳道精髓嘅品勢啦。想了解品勢嘅內容，就由我哋身上嘅道袍度講起。一般嘅跆拳道道袍採用非開襟 V 領純白色上衣設計，腰部係上所屬級別嘅色帶。非段位道袍會是白領，15歲以下品段道袍會是紅黑雙間衣領，黑帶道袍則是黑領。當參加品勢比賽時，選手會換上開襟設計的品勢道服、衣領，袍褲顏色都會隨著年齡、性別而有所不同。由於跆拳道技術簡單直接，所以適合不同年齡的人士參與，坊間亦有不少兒童班和長者班。品勢是將跆拳道各種攻防動作組合而成的套路，一共有17套。品勢的動作雖然看來是簡單，但千萬不要小看他們，他們是包含著跆拳道所追求的武術原理和攻防方式。品勢向來是跆拳道必經的訓練環節，用以練習跆拳道基礎手腳攻防動作、步伐、身體協調等，更加是升級考試的必備內容之一。及至到2003年左右 ，WT 重新統一競賽品勢的動作，定下動作標準規範，稱為公認品勢，並制定出品勢競技的評分制度。同搏擊比賽不同，搏擊是以體重分組，而品勢是以年齡、級數、項目來分組。而品勢的比賽主要分為三個種類：公認品勢、自由品勢、混合品勢。品勢比賽會在10米乘10米的遠展或者平地上進行。自由品勢即是以跆拳道技術為基礎，並結合音樂和武藝編排的展演形式，它的動作限制較少，不時會加入飛躍、空翻、高難度踢擊動作，令可觀性大大增加。混合品勢競賽之中，參賽運動員必須展演兩個品勢，第一為公認品勢，第二為自由品勢。每種品勢競技當中還分成男女子個人、男女子團體、配對、混合團體等等。剛才提過公認品勢有標準規範，那是不是不做錯動作就可以滿分的？動作的正確只是品勢的評分標準之一，裁判是會以選手的整體表現去比分的。品勢比賽會有5至7名裁判負責評分，他們會有兩個方向的評分準則，公認品勢中10分為滿分，正確性佔4分，表現性佔6分。4分正確性採取扣減制，視乎動作失誤程度而扣分，例如手腳高度角度出現偏差、輕微失平衡，每次扣除0.1分。例如打錯動作、視線未依循動作進行的方向、影鏈中途停止等，每次扣除0.3分。6分表現性分成3部分。而自由品勢同樣以10分為滿分，不過採用另一套評分準則，當中技術技能佔6分，表現性佔4分。所有裁判評分之後，系統會去除正確性、技術技能與表現性中最高分及最低分，其餘分數的平均數就會成為運動員每套品勢的最終分數，分數夠高為勝者。依家就等我示范一下品勢的基本馬步動作。跆拳道又點知搏擊同品勢咁簡單啦？背後其實仲有好多文化內容㗎。例如跆拳道嘅色帶顏色就代表住學習者嘅不同階段，
各種顏色均有其寓意，例如黃底表示大地，植物正在生根發芽；綠底表示成長中的草木，意味著技術進步。加上會同時使用兩種顏色以表達交界的意味。又例如品細名稱太白，它包含了古代韓國開國國君檀君的神話。高麗取名於韓國古代高麗王朝。跆拳道練習入邊，我哋除了有搏擊、品細，仲有擊破木板、踢靶練習。擊破練習可以鍛鍊到競技層面以外的武術元素，例如身體硬度、打擊力度、打擊滲透力、打擊準程度、身體操控協調、動作結構等等。踢靶練習可以模擬技法互動情況，訓練攻擊距離、節奏、時機、攻防組合等等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對跆拳道都多咗認識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運動資訊，可以留意康文署嘅網站㗎。咁足球就係全世界最受歡迎嘅運動，除咗主流嘅十一人之外，五人亦都越嚟越多人玩，咁喺世界各地都越嚟越普及。五人足球即係 futsal， 其實係西班牙語嚟嘅，意思即係室內足球。五人足球起源自南美洲，喺1989年正式成為國際足協旗下嘅項目，同年亦都舉辦咗第一屆嘅室內五人足球世界盃。1992年，香港成为第二届五人足球世界杯的主办方，而且曾经在分组赛赢得一场胜仗。中国香港五人足球代表队除了以东道主身份参与过一届世界杯之外，亦参加过五届亚洲杯。青年梯队方面，男子亦有20岁以下、18岁以下、16岁以下以及14岁以下，合共4支梯队。另外，香港亦有女子五人足球代表队和女子青年梯队。而现时香港亦有大大小小的五人足球比赛，包括五人足球联赛、全港运动会五人足球赛以及香港五人足球赛等等，都是本港关注度相当高的五人足球比赛。在青年推广方面，中国香港足球总会有五人足球地域培训计划，令来自不同区域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正式培训和比赛。而学校推广方面，五人足球杯学校组设有大专院校、中小学以及女子组赛事。另外亦有学校体育推广计划，令青少年有更多机会接触五人足球。另外足总亦有举办五人足球裁判工作坊，令香港各大五人足球比赛有足够的裁判员。除了工作人员方面培训之外，场地亦是相当重要的配套。政府在2021年推行提升足球场设施5年计划，增加符合国际标准大小的五人足球场。其实香港有很多适合发展五人足球的场地，因为场地要求比11人小很多，而且还是室内，很多学校的礼堂都有这样的配置。五人足球球场的国际标准长度是38至42米，阔20至25米。对比11人足球赛事，五人足球的龙门和用球亦都比较小，而且五人专用足球弹性低，踢起上来和11人足球用的5号波截然不同。规则方面，五人足球比赛可以无限次换人，上下半场各20分钟，采用停标制。另外界外球球员会用脚开出，而守门员就会用手开龙门球，所以在规则的层面上可以见到五人和11人足球都有些分别。装备方面，五人和11人足球最大分别会是守门员，因为在五人比赛，守门员膝头落地的机会比较多，而且球场是硬地，所以守门员通常都会带庇护膝。另外由于球场面积比较小，守门员策动反击的机会比较多，所以守门员通常不会配备手套，加强反击的效率。
五人足球场区球员的装备就同十一人足球大同小异。最大分别，由于场地是硬地，所以五人足球员穿着的会是平底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五人足球比赛对于球员转向的速度有很高的要求，所以亦有五人足球的专用鞋，鞋底比一般平底足球鞋有更强的防滑效果。五人足球在装备上有特别之处外，在技术方面同十一人亦都会有差别。除了最基本的盘传控射之外，因为五人足球的特性，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些专门的技术，以下就是一些例子。因为五人足球球员穿着平底鞋，所以很多时候会用鞋底控球及运球，俗称踩波的方式作为第一控球。五人足球球场小，防守球员逼抢的速度比较快，而踩波可以更快地调整脚下球的位置，以及完全操控皮球，变相守卫埋身抢波的难度就会高了。因为球场小，五人足球球员很多时候会用比较快的督波方式射门，不需要拉弓就能够起脚，在空间小的情况之下赚取时间。十一人足球惯常会用长传高波的方式越过对方防线传波给队友，但是五人足球球场小，很多情况之下队友距离比较近，用长传传高波力度会太大，所以五人足球球员经常用挑波的方式传送高波。由于五人足球比赛分秒必争，所以当球队控球在脚的时候，球员经常会以一些小组配合的战术行为破坏对方的防守组织，为队友和自己制造更多空间和时间。以下是其中一个常用的二人配合战术行为，遮掩。球员在非持球的情况之下，移动到持球球员及对方防守球员之间作出遮掩，为持球的队友解除压迫，创造时间，亦可以导致防守方布防的错配，令持球的队友有更多空间和时间做决定。介绍完五人足球的技术，亦都可以讲解一下阵式的系统。五人足球赛事有分四个长区球员，普遍阵式为2-2、3-1同埋4-0。相比十一人足球，长区球员通常都冇特定的岗位，会透过传球走位互换位置，自由度好大噶，亦都有好多可以发挥个人技术的机会，可观性好高。我起初接触五人足球咧，就系透过我幼苗的一个教练啦，咁系一个粉岭的围板场。咁五個對五個，當時差不多每個禮拜日都係嗰度踢嘅。咁但係就未嗰陣時就未了解到咩係五人足球啦。咁之後隨後就會參加第一屆嘅港運會啦，同埋 Nike Five。第一次接觸係 Nike Five 啦，咁跟住增設咗香港嘅女子五人足球隊。咁然後就開始接受正統嘅五人足球訓練啦。後屘有機會出去踢國際賽，咁就再有更加深嘅認識。接觸皮球的機會有很多，射門機會都很多，所以個參與度會多很多嘅。五人足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首先佢個停頓時間少啦，節奏快啦，咁同埋個刺激度都非常之高嘅。五人足球對十一人的好處就因為五人足球的空間比較細啊，思考空間都會比較相對短。咁你喺進攻防守方面咧，你都需要一個好快的一個判斷能力啦。咁喺防守方面咧，如果你一個失誤咧，你可能會導致輸波嘅。咁如果你對翻你喺十一人嚟講嘅話，你就可以又加快咗你嗰個判斷能力啦，亦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嗰個技術上面啊，或者喺各方面你都可以細緻啲嘅。防守方面咧，如果有失誤嘅話咧，好容易會導致直接嘅失波嘅。而集中度提升咗之後，去翻踢十一人咧，就喺個防守表現度就會有提升。如果想參與五人足球，或者想進一步認識五人足球，歡迎大家瀏覽康文署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網頁，裡面有不同的活動，歡迎大家參與。